墙内某新闻触及你灵魂。习近平这位大佬在新年贺词里提到台湾问题时，再次强调祖国统一，外媒都纷纷感受到了今年新年贺词的画风比往常更强硬。这不，眼看着台湾大选，这话题可谓是火上浇油。去年习大大还在说两岸人民是一家人，希望能长治久安的和和气气。但今年呢，他可没提台湾两字，就来了一句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，听着就让人感觉是硬气多了。别看习大大话说得铿锵有力，有人却觉得他这是再过过嘴瘾。毕竟中共对内对外的问题一大堆，就连外交政策的副编辑都说，即使民进党上台，北京可能会有点小动作，比如搞军演、飞飞机，但真正的武力统一那是极不可能的。毕竟现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多了去了，谁还有闲心打打杀杀呢？长期研究两岸关系的评论员也说，中共如果现在武统台湾，简直是政治自杀。在总书记的新年贺词中，除了祖国统一之外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他提到了经济问题。他提到一些企业经营压力大，不少人就业和生活难，还有各种天灾人祸。有人调侃说，原来总书记也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而在我看来，没准总书记也是接到讲话稿的时候才知道这些讯息的。每次大灾过后，领导人都像隐身了似的，让人不禁怀疑总书记的这份牵挂到底是不是真的。除此外，习大大在讲话中还吹嘘过去一年中共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，步伐坚实有力，听起来挺振奋人心的。可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却有点打脸，12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都没过50这个合格线，说明经济是在收缩的，而且还不如之前预测的。物价下跌严重影响了企业利润，进而影响到了人们的就业和收入，形成了个恶性循环。连消费价格指数都连续两个月下降，跌幅创3年新高。看来习大大的这番话与实际情况似乎有些出入。在看了习近平的岁末年终的贺词之后，对于这种睁眼睛说瞎话的场面，我们都见怪不怪了。那么接下来新年到来，我也来讲讲我们频道的新年寄语。中华民族走过了悠悠5000年，历史长河中朝代更迭，没人敢直呼自己中国，都是些什么大清乾隆40年、明万历年间的称呼。随后中共来了，这帮哥们儿直接一个大胆的自我介绍，我们是中国，好家伙，直接把中国二字收入囊中，仿佛是天衣无缝的继承。中共这个政权是借助被西方抛弃的马克思主义，仿佛是个拾荒者捡了个宝贝似的，就开始建立了自己的王朝。而在建立这个王朝的过程中，儒释道被推到一边，传统文化几乎被打入冷宫，民间信仰也是一样，不让敬拜天地，不让崇拜祖宗，一切都变成了斗争，仿佛生活就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大战。当有人问你，你是不是中国人的时候，你骄傲地告诉他们，你是纯正的炎黄子孙，继承了5000年的文化。然而中共的无神论、马列信仰与你的文化传承是不沾边的。在这个集权下，中国的灵魂似乎被摘除，实际上那里不再是你心中的中国，而是一个失去魂魄的中共国。回顾2023年的种种灾难，无预警泄洪、烂尾楼、新冠疫苗的严重不良反应，还有迟发工资等问题，这些都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困扰。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数字和新闻，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，每一个新闻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。想想没有工资，孩子嗷嗷待哺，老人等钱看病，还要付房租、房贷、车贷，没有钱买米买菜，多少家庭投资的鱼塘果园等等农林项目都还没收获，因为退林还耕血本无归了。又有多少百万人无力还贷，沦为失信。其实是中共，它是一切灾难的制造者，它是真正的失信。多少大学的学生幸运地吃到了举世没有的，中共特供鼠头鸭脖。中共特权下又喂养了多少血草姐。这一年失踪几个月的胡新宇被自缢身亡了，12月13日广州增城松田职业学院的王宇杰又莫名的离世，并在几个小时内没有家人签字下遗体被火化。多少上着学的青少年学生突然的一天就失踪了，而中共国的器官移植却被做得风生水起。
而中共内斗之巨，多少的中共高官都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国际社会都震惊不已。可想而知，中共国人韭菜随时随地被采用的人矿会过着怎样悲惨的日子。同胞啊，这可是你心中的中国，这可是你愿意让子孙后代繁衍生息的国度。国人已经越来越多的觉醒，国际社会也已经清醒地区分了中共不是中国，中共不是中国人民。2024年即将到来，中共集权统治下的这70多年也已在末路了。中共国一代代人的眼泪，一代代人的苦难，该让我们觉醒了。我们的觉醒会解体中共魔鬼，这是真正中国的希望。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，当我们家人团聚，当我们走亲访友的时候，请互相转告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炎黄子孙，请不要做马列主义中共的牺牲品。中国不是中共，爱中国不是爱中共党。新一年里，我们频道也会继续奋力传播真相，给出我们对于时事的思考，更重要的是想和大家交流这种思想的形成和来源，也就是思考如何去思考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，自己有了思考和认知，也不要忘记你的亲朋，集一人不少，集二人更好，人们的觉醒才是对抗中共的第一步。做真正的中国人，迎接没有中共的日子。还我传统中华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学会独立思考，并思考如何去思考，远离危险，这是最珍贵的新年贺礼。请您收下。